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组合的最后五强，今年有对新的组合打入了，究竟是哪一队？Hello, 大家好，我们是 Mira。凭着 Viu TV 选秀节目全民造星冒起的十二男子组合 Mira 正式出道只是一个月多啲，已经成功打入成为我最喜爱组合的五强。嚟紧21号，他们还会在九展举行首次的音乐会，听说还有炒飞的情况出现。吓有啊！买飞嗰一日，嗰一日咧仲话，但系即系大家用正确嘅途径买飞啊，千祈唔好黄牛嗰啲啊！我哋真系唔知道。反应咁热烈，呢、這个演唱会有啲咩预告俾大家先？我哋嘅嘉宾会有肥仔，系啊，但系肥仔出嚟做咩咧就唔讲得，系啊，但系你哋可以期待下，有肥仔喺度都开心好多啊！肥仔系一个咁出色嘅表演者。听讲姜涛同 Anson Lau 会在演唱会入面拍住表演、哦。我哋而家开始，我哋应该差唔多构思完成个表演噶啦。咁我哋系 confirm 有一个合作表演嘅，打交系咯，互相追逐咯喺台上，互相追逐，打住跑住，跑住门口追到上个台度，直击拍照冚。你落車開始追上嚟，咁但係我哋唱咩歌同埋係咩語言呢首歌就唔講住，係咁想留翻個驚喜。姜涛，你介唔介意同 Anson 跳辣身舞先？我哋暫時唔會諗到辣身舞呢個 concept， 係啦。我哋可能我哋只不過係想，因為二人舞佢哋合作係比較難嘅，因為要睇兩個人嘅默契性。咁我同佢係冇真係得我同佢咁樣表演一個項目，所以。都只是想了一個浪，但是辣身舞這些就真的沒有想過這個構成。有沒有些事是你們很想做但是被花姐禁了、啊、花姐上台了、就是、見你們這陣子 job 接 job， 排舞之餘又要錄音拍 MV， 究竟你們夠不夠休息的？我覺得休息是一定不夠的，但是那個攰，其實我哋本身啊真係好攰，哇！可唔可以唔好咁早起身啊嗰日？但係其實我哋都好享受嗰個攰咯，我覺得係啊，但係好滿足嘅，即係其實又係好老土嗰句，咁你攰好過冇得，咁你有得攰好過你好得閒咁樣嘛。但係我覺得，同埋因為我哋成日都係成班人一齊啊，所以攰都一齊攰，大家都一齊分享嗰個攰，分享嗰個開心嘅攰咯。看见他们成班兄弟玩得咁开心，十足十大细路咁有活力，嚟紧嘅演唱会就看看你们有啲乜嘢惊喜俾大家啦。